既然来了，何必去张生身？白卷，上古自将士以来，天生是迈步头，灵力细微。我希望你留在神界，亲自教导上古。本尊没兴趣。我有闭嘴！放我下来！好图是坏事，既然跟了本尊收行，要走本尊的规矩。这怎么可能？你现在就放我回长元殿吧。你想去哪儿便去哪儿，为何还要问我？白卷，你不过来！上古他不是那么不堪的人，他天真活泼，烂漫可爱。天真活泼烂漫可爱，能提升灵力吗？还是能肩负起苍生？身为主神，你就是要让众生喜乐安康。你若连这件事都做不了，做什么三界主神？不如去做一个笑话。我教你。你是怎么做到的？小祖宗居然在给你扫地！云狂，我警告你啊，你可不许喜欢他。我料之极，只有你能保三千万年太平。魔族不是神界那些对你歌功颂德的小神仙，天启和智阳也不可能保护你一辈子。等等，我跟着他几万年，不会见他待人这么好吗？上古，不要害怕，你放心，无论发生什么事，我都会陪着你，护着你。日后有你护着我，修不修炼又如何呢？可你怎么脸这么红啊？此处颇热的。你胡说些什么？你是火神，怎么会怕热呢？不是故意的，你就是故意的。你是主神，感情用事只会连累三界。只要他能够好好修炼，好好活着，与我们那便够了，与你便够了。可于上古呢？我呀，就希望你天天开开心心的。你喜欢我吗？我当然喜欢你了，我最喜欢的神就是你了。当真以为你是我姐姐最爱的？没想到你竟然喜欢上门，还是我家神明一人为你挡下的。没想到他竟为我付出这么多，这是我欠他的。应该由我自己来过。我从前不喜与人相处，以后也不会。别说他我，我身上可有伤？白雪，这世上不是只有冷漠之人和畏惧之人。从今往后，我会一直陪着你，陪你学习、读书、喝酒。等到你的时候，我们就出去放放风筝。The love in my heart.以后我不会再孤孤单单一个人。上古，说实话，你愿做一个普通散仙，还是一个肩负三界苍生的主神？也许只有成为混沌主神，你才能改变这几年的命运。你需要一个人前往九宫之地。去多久啊？一千年。我做错什么？好好的，你为什么赶我走？我问你，你对上古做了什么？我告诉你，你不仅要把上古给我找回来，还得诚心诚意跟他道歉，不然我……这人我就把你这小火兽拉到太初殿，天天给我问酒。是不是非得我成为主神之后，他才能对我满意？你这是在跟我道歉吗？你可原谅本尊，上古，我永远都会是你的兄长。我们之间无论发生什么，你也会站在一起。本君承诺，除非炼制混沌之力大成，否则我便再也不相信。现在知道九龙宗危险了吗？最好祈求他平平安安。元圣一直对神女北洋耗损极大，只要他平安，别说是万载寿元，就算是十万载，算得了什么？上古等你继承主神命运，我定将心中一切都属于你。真的要不要再说了，这是唯一的办法。
们的天命是造福众生、善果和一碗生命，你觉得他们会站在哪一边？天启，你若是想当了主持人，我让你便可。你不必如此。万年前，我降生在乾坤台，第一个看见的人就是天启。天启，跟我回去。我不相信。是你，也是会演戏的。赶紧滚出元灵沼泽！三姐妹，不救你，可有天启妹便再也回不来了。天启，我活着有何失败？只有混沌神力才可以化解，就算你元神俱灭，也只是暂时将其封印不罢。你做什么？我要保护天下苍生，是你将我夺走。如果我求你不要，原来生你不诚实，与你在一起。何人在此？你是谁？抱歉，走岔路了。站住！我以为你能躲过去，没想到你能力这么低。为什么见到你的时候有似曾相识的感觉？你是不是又想说我们之间曾有？我们的手链应该是同一人所铸。不管怎样，都要答应，一定要无时无刻带好这条手链。少华，无论你到时候在，我都会找到你。不要走！我却一直梦见一个女子，那女子与你长相一样。自从我在瞭望山上第一次遇见你时，我便知道你是我一直要找的人。圣谷，我终于懂了，我是后世，不是他的人。他不认同我。白雪，没有你，可以永远陪着另外一个人。我可以，所有人都会走，但我不会。送你，有一句话我放在心里很久很久，我想说，第一次心里有一人，或许我喜欢你。我若真要建国的，今天一定会把全部都归我们哥哥的答案。青墨，这是我的保命符，他一定能保护。我能的灵验，白绝真实的身体术士。浩辰，你怎么没事？白雪神族，你认识我？我从没有一刻忘记过你。其实你体内陈设着一道神界的神识，而你就是他。若有来世，绝不成事。我的存在是为了完成别人的夙愿。你喜欢的是我吗？还是喜欢你梦里养了千年万年的那个人？我梦里的人是你啊。不是他，是他。我是我，一个身体不可能有两个灵魂。我是他退守，就是他烟消云散。若注定只是一个，你会选择谁？你不许伤害他。你走吧，以后我不想再见到你。恭了，小殿下。你本应是这世间最尊崇之人，但我便没弄好的。这次无论如何，我都不会再让他受到半点伤害。我是后池，不会变成任何人。谁说分不清？我心里只有后池。你明明喜欢我，喜欢的是你，天际线唯一的后池，是我的命脉爱人。你们俩在一起不会有好结果的。说的是白雪真神吗？我等他醒过来，你就不会放弃和后池在一起。死对我来说一点都不可怕，只要有你陪在我身边，我死而无憾。只要他平安的活着就够了。我这世界里总是活了千载万载，总是诚实，在这苍茫世界，如果没有你，如何可能？我们就做最平凡的一对夫妻，我们有很长很长的岁月可以摆脱现老，生死相依，从此绝不分离。我有发生。他若这么容易死，也不是白雪。有人，你死不死，我也是死的陪着你。大人，不要离开我身边。本尊当年为了他，连三界众生都可怜，更不说区区一个天宫。是你的命还是他的，全凭你自己做主。我想保护你，你允许我最后一次任性。百年之后，我定与你在一起。你可不可以再等我百年？百年以后，你要记得来接我回家。我就在这儿等你回家。你不在的这百年，我不知道该如何度过。这三界是你心之所好，我便替你，为什么不尽管是太平？这话我好像在哪听过，咱们守住这个秘密，当面告诉青墨好不好？你就
有味道，后世无光。总觉得记忆有些不对。我不甘心，白雪身在前，一定要对后之后。本尊允许，这世间再无情。把天空还给我。他死了，我不是情。你骗人！我要你当众宣布休妻。本尊与后世断情绝义，三界之内，神界之下，永生永世，绝无再见之期。后世，你是三界之尊，这道劫绝不容许。但你由不得你无畏，本尊当年怕，如今还能怕他不成？昔日已足，你会后悔的。那副身躯是白雪，没有人再等你了。无论如何，我绝不会让你和孩子有事。雪君后世在哪？本君自有后生，不用你管。你最好一辈子护着他。后世，我爱你，我的娘子。不要走！我永远爱你，今日从此注定我的后命。这句话我六万年前也说过。说吧，要我怎么帮你？上过我几次，去死过一次。我绝对不会让这种事情发生第二次，倘若他知道混沌之境已经消失，你觉得他会如何走？只要他好好活着，我便心满意足。万一有一天我也走了，你答应我，你要替我守住这个孩子。什么叫你也走了？你想去哪儿？我什么都不要，我才不回家，好不好？夫人不会让你死，谁也不能让你死。我已经没有机会，我不能再没有你。今日弟子就将这本源之力还给上古神族，将混沌本源逼出来。快点，白雪，你一起死。我一定会亲自向你报仇。以我再不济，以后不再有相见的日子。我是不图胡来为。我的记忆还停留在九州，是爱想你啊。旁人一定会认为白雪这个人铁石心肠，其实你是最难受的。你说完了？这才六万年。本尊想换个人，不行。本尊如今过得好，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。我完全都不认识他。我醒来的时候实在想见，可你我对你的喜欢，甚至跟一分积攒起来都被你扣光了。这次你最想看到的，不为何事，请把我的记忆普天之下。我想不到还有第二个能够拿走我的记忆。你想要的我没有。你的伤失败缘起的年轻所赐，若是我的话也会自缘起，那缘起必是我的。不是我们的，是他们的。本尊说的还不够清楚吗？缘起就是这错付清。我这次去告诉缘起，他的亲生父亲是被海上军亲命死，而你不配。父神，父神，你怎么不说话？你也不愿再见到我，但本尊不如你。我以上古之向祖申请，永生永世我爱你，只为末日，永无再见之期。你又在做梦。